各位优视焦点财经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少豪，好欠好有钱，从美丽的宝岛台湾台北跟大家来报道全球焦点财经。前几天美国的股市并不平安，主要还是财经的消息彼此互相的矛盾，互相的冲击，甚至彼此互相的影响，因而股市也彼此矛盾，重跌两天。还好礼拜四稍微股票因着好的消息往上跑，主要还是两个矛盾。第一个矛盾，就业数据去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比预期跌了20,000人，理当是好消息，但是因着另外一个矛盾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也比预期的低很多，低到20,000人以下，所以两个矛盾因而彼此互相冲击，市场当然就丈二金刚，摸不到头绪，也一样的重跌。这礼拜五是 Good Friday， 希望上帝复活的能力能够帮助这个国家，它的经济也有复活的能力。主播我要来谈谈台湾的经济。台湾经济基于两个大国当中，在缝隙当中努力有企图心的继续的往上成长。哪两个大国呢？当然美国影响台湾的经济很大，此话怎讲呢？主播我前几天已经讲到鸿海、广达他们的业绩造好，主要就是 iPhone。 Apple 在台湾的经济头版当中常常的出现， iPhone 6 因为全球卖得好，对新竹科学园区也有正面的影响，因而当然他们的股票就造好，盈余就造好。所以美国的经济对台湾经济影响很大。另一个经济头版的消息，那当然是海峡的另外一面，中国。人民币跟博鳌论坛占尽了台湾经济版面的另一个头条。上个礼拜在中国举行的经济博鳌论坛当中，要成立的一个亚洲新的银行，那就是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，以中国为主导，希望能够帮助亚洲各个国家，特别是一路一带往中亚跑的高速铁路，能够带动整个亚洲的经济，因而好多国家在亚洲加入了亚投银。而且在英国为主导的欧洲、法国、意大利相继的加入。好的消息是南韩也有加入的企图心，因而跟美国、日本为主导的亚洲银行彼此互相对抗的意味甚浓。台湾到底加不加入亚投银，是台湾头版的经济跟政治的消息。可见得在小的地区台湾宝岛受中国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，因为中国的人民币涨跌，中国内地的整个的消费能力对台湾宝岛经济影响也很大。所以一个国家能够受两个大国影响，所以台湾宝岛事实上在缝隙当中求生存，它的企图心要强，而且要灵活。智慧人的话语是复活的能力在耶稣里面有复活，希望复活的能力能够帮助这个美丽的宝岛台湾经济有所复苏。好会欠好有钱，从美丽的宝岛台北台湾跟大家来分享，下次见。